晓得 Kenna 在台湾成立分公司今年已经是10周年了，并且在今年的1月也在南台湾成立了高雄的分公司。为了要展示我们对南部消费市场的重视，这一次我们准备了半年的时间，今天即将在高雄的地标85大楼旁点亮 LED 高雄的企业标志，再一次向南部的消费者表示 Kenna 深耕南台湾的决心。在今天活动一开始，我们还为各位准备了一段非常精彩而且深具本土特色的表演，请大家伸出双手，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 LED 电音三太子，掌声欢迎他们。
起来举杯庆祝。所以接下来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，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同贺。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南台湾这片土地一起共荣共生。所以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们3、2、1倒数完之后，让我们一起大喊 Cheers。 好的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倒数开始，3、2、1长官，帮我们拿出你们的酒杯来。现场有很多的长官都太开心了，把我们的酒全部喝完了。哇，再次掌声鼓励一下，同学们。